鸡爪夜市一条龙100元走完整条街，这哪个南方人看了能不心动？12月14号，毕泰阔别大连，来到了东北第二站沈阳。下了车，他便直奔早市现场，深刻感受人间烟火。8块钱6个牛肉包，10块钱3斤的大栗子，免费赠送的杀猪菜汤，热热闹闹，实在经营。这么多的商户，没有一家缺斤少两在秤上面做手脚。面对奶白喷香的羊杂汤，毕泰提出了灵魂拷问：这里面有三花淡奶吗？店主倒是一点没含糊，直接回答：有，已经不算秘密了。这泼天的富贵，沈阳是接的明明白白。随后，毕泰转战夜市，正面直击东北的豪爽风情。12块钱的烤鸡架，10块钱一个大冻梨，200多的豪华洗浴，竟然还包含了泡澡、搓澡、眼膜、活油以及各种水果饮料。电影院、游戏房、图书室，你想象一下，这屋外白雪皑皑，室内温暖如春，打着游戏，喝着冰可乐，这滋味我都不敢想，那有多快乐！回看一下评论区，还有不少东北本地人忙着辟谣：哎，我们正常价格可比这便宜多了啊！在早市玩鬼秤都不用市场监督局，老头老太太们直接给你收拾明白了。不是我说，你们沈阳人也太幸福了，能够看雪，物价低，人也实在。看来今年的冬天务必要去东北看一看了。